感谢张昭憨医师给我们机会学习延时通点疗法。那是在2011年5月13日，我和太太参加了张医师在美国纽约州庄严寺举办的延时通点疗法的5天课程。在第3天的清晨，我在户外做肩伸运动，倒退走，结果一不小心顿时失去平衡，后脑着地跌倒下去。我迷迷糊糊，好像失去了知觉似的，醒来发现鼻孔流出一些血，我自己人觉得还可以走回宿舍休息。过了一会儿，头部感觉到又晕又痛，开始反胃吐了起来。张医师帮我按了之后就感到好了一点，可是头还有痛和晕。张医师说按了之后还有痛，就肯定是头部组织受损，最怕是有了淤血，就必须24小时做温敷，喝人参姜汤，早晚按一次。如果3个月不好，6个月一定会好的。开始的头2天，不想吃也不想喝，眼睛也看不清楚，背部很痛。背部做了延时通点疗法1个星期之后，背部不疼了，胃口也好了，经常的打嗝也没有了。继续按着第2个星期之后，头不痛了，温敷就减少，人参姜汤还是每天喝。我一直都没有去看医生，可是我的心里好想知道我的头部到底怎么样。太太要我等好了才去看，因为照 CT scan 的放射线很伤身体。2个半月后，我去照了 CT scan， 医生很紧张，说我的头颅裂了，没有淤血，但肿还没有完全消掉，要我明天回去看报告。医生并说我的运气真好，才没有淤血，没发生大事。结果医生又说没有什么好治疗的。3个月后，头晕也好了，可是嗅觉还没有完全好。医生可知道3个月来我的太太为我连续每天做延时通点疗法，已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。感谢张医师的无私教导，教导我们新的简易的保健方法延时通点疗法。谢谢。